你好，我是底端人口。周蜜蜂是我爸去年4月份收回来的，到现在已经有11个月了，一直没有动过。我也不敢割它的蜜，因为我爸是当宠物养的。7月份的时候，我在蜂巢上面放了一个路由器，我还担心会对蜜蜂有什么不好的影响，怕它们宅在家里躺尸。上网不出去工作了，想不到蜜蜂的工作反而更勤劳了，甚至一整个冬天都在采蜜。哎，那么问题来了，在我们河南有什么花是冬天会开的呢？想到了，跟我来。那就是忍冬科忍冬属的苦檀果树开地花，从12月份开到现在，花期长达4个月，简直就是蜜蜂的福音。不过现在春天已经到了，它即将遭到蜜蜂的嫌弃。我们去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蜜源植物。